那么下面呢，咱就说一下这个字典啊。面向对象设计这个地方呢，我呢从网上整下来了两个别的公司已经这个什么公布出来的开源的一个东西，什么呢？腾讯的即时模块的一个初级封装，这个呢是腾讯的这个开源的这个网页里边它会有的啊，它里边能查得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它定了一个类叫做 message 类，对吧，同学们？那么就说它定的这个类，你可以看看啊，这是真正工作的时候定的类到底长得什么样，一般就这样的。你看，继承谁写明白了，盈利的方法写上。请问同学们，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啥呢？确省参数是吧？哎，确省参数，该写的写上。然后 self 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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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写上啊。如果要是等于一个字典，这个字典如果有很多个元素的话呢，咱们一般就换行。这种方式遵循 PP 吧啊，这种方式遵循 PP 吧。有初始化方法，你看有 delete option， 有删除选项的，有 append message， 有 insert message。 append 就是往后追加的发送消息， insert 相当于半路插一条消息。这个 delete message 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整体的过程的话，你首先明白这是消息，那么一定有追加消息，插入的消息，是不是删除消息，是不是有这种东西了吧？还可以是来自于谁啊，给谁的，甚至是刷新啊，刷新一个随机值啊，这是随机值。请问一下这啥意思？从一到这是十亿，从一到十亿之间随机一个值，接下来把这个值拿过来，是不是扔到那边去了吧？随机值的一般就这么多啊，让你随机得到一个新的值，把这个值呢就打乱，就不让你找到规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是设置同步啊，以及设置一些东西。我想告诉你是什么呢？一般情况下，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就遵循这样一个规则。不仅要有注释是吧，不仅要有注释，而且类写的要言简意赅。方法的名字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是不是就是该是下划线的，是不是都是用下划线，是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吧？那么这样的字典定义的时候，不要写在这个地方，同学们切记啊，不要这么写。记我写了一个变量名 self 的什么 message 的 request 等于一个字典，我的字典这么写行不行呢？不行。那么怎么写呢？按照 PP8 的规范这么写啊，回头啊，回个车下来，这个括号和这个括号对齐啊，这就是规范。这个地方呢空一个贴包键啊，这个地方空一个贴包键，这就是字典可以这么写啊，这是 PP8 规范。那么还有这个能有默认值的，能说明的一定要加说明啊，这是100%的。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这哥们儿啥玩意儿，是不是又出现了这个东西啊？你看腾讯的也有，张哥的也有，最终你就应该学这一点啊，就要整上这个东西，对吧？啊 ，message 字典啊，一个消息的字典类型，你看。这个什么呢，就是普通的文本消息，这是位置消息，然后这是 face message， 啥意思啊？表情啊，表情消息。这是什么消息呢？自定义的啊，普通的有可能是自定义的，这个地方有可能他说了有可能是自定义的消息。这是设置。同学们通过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你看啊，这是这个消息类型，这是这个消息的类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它好像都是继承之于这个了吧，它有一个类，接下来继承这个，去继承这个，是不是也去继承了吧？也就是说继承在实际开发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啊，类的名字方法这东西一定要写上，类和类之间空两个行，方法和方法之间空一个行，你没发现是不是人家都这么写的吧？所以说当咱们以后在设计类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切记，不要想的一个类解决，而是要想的什么呢？积类只做最基本的，能扩展一点的我就有个子类，能扩展的我就有个子类，我大不了我就是力稍微多一点，但是将来我的扩展性相当强，你懂我意思了吧？我打一个比方，我昨天晚上就是体课相当深，体会相当深，你看着我接下来我要给你画张图，我打个比方，我昨天晚上画这张图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举例子，我画这个图，我把这个图我画好了，请问同学们有可能我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写一下说明了吧？我写个说明来，我写了这么一坨的说明，我如果要把这个东西我咔嚓截上一张图片，请问这个图片里边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说明这些东西了吗？我接下来我在想要是再用到这边这个代码的时候，用到这个地方这个图片的时候，请问我是不是还得再截一张图片了吗？我是不是还得再花时间，是不是还得再画上这个东西啊？所以说我昨天晚上怎么的呢，我就这么想了，灵机一动，我想了，我只截一个我认为最简洁最最必要的数据，我截下来，我接下来想要加什么数据，我就在这个已经截下来的图片的基础之上我再去截，请问是不是相当于继承，是个道理吧？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不要想的啊，有的人心目当中我就写一个类，用这个类搞定，同学们这是不对的，要 N 个类组成，一个类当基类，接下来类来派生
啊，派生他继承他，那么接下来我有子令，接下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又比如说我接下来想要定一个，就这么说，我想要做一个这个是什么什么坦克大战、飞机大战这样一个游戏，请问坦克有型号，飞机有型号，然后潜水艇有型号，航空母舰是不是也有型号？你不管怎么说，每一种设备里边它至少它得有生命值，它得有这个速度，它得有它的位置，它得有它的发射导弹的这个频率等等，这东西是不是都得有吧？把这些东西抽成一个鸡肋，航空母舰继承一下的，对吧？啊，潜水艇继承一下的，那么接下来你想在这个子类里边想怎么做怎么做，这就是一个思想，继承啊，封装继承多态。封装其实同学们，咱们那会儿已经体会过了，哪个地方有体会？咱们去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没发现一个特点？我把这个私有的属性，我就是不想让你够到。请问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封装的体现了？我就是不想让你够，这不就封装吗？那么继承，我刚刚给大家举个例子，是不是就是一个继承的一个体现？最后还有什么东西啊？封装、继承，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多态啊？多态，同学们，那天我是不是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不要觉得这个例子难，很简单，你看着啊，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多态来。那天我说过了，这个多态这个例，这是一个对象，这是一个类。接下来我通过这个类出来一个对象，请问我调用这一个对象里边的相同的方法的时候，是不是里边将来我传递的东西是不是可以不一样吧？我传这个对象的时候，接下来这个东西啊，你可以再看看这个代码啊，我传这个对象的时候，请问 APP 是不是指向那个对象？我接下来调用 APP 里边的方法的时候，什么叫多态？你注意听，不是说这个类叫多态，什么叫多态呢？你传进一个对象的引用进来，这一个对象如果它的父类里边有一个 install 方法，偏偏你的子类里边没有去重写这个方法，那么将来我就调用的是这一个对象它指向的父类里边的 install 方法。如果你的这个子类传进来的这个引用呢，你的子类里边也有一个自己的 install 方法，那么将来我会调谁的 install 方法呢？子类的，这才叫多态。这不是说我上面那个类叫多态，看着一个 APP 里边是不是有一个 install， 我 PyCharm 这里边没有重写这个方法，那么我用 PyCharm 创建出来对象，请问我接下来调 install 的时候调谁的 install？ 是不是 APP 这个父类的 install？ 我通过 Chrome 创建了个类，这个对象，这个类里边又因为重写了 install 方法，那么我通过 Chrome 创建的实例对象去调 install 的时候，是不是调用这个子类的是吧？什么叫多态啊？我都是去调一个对象里边的 install 方法，这个对象里边有可能重写了父类的某个方法，重写了我就调你子类的，你没重写我就调父类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我看上去我调的是 install， 但是我不确定到底是父类的还是子类的，是不是这就体现出一个多态来了？我父亲开车，但是我父亲开的是大货车，我开车我开的是小客车。人家问我，老王你会开车吗？我会开车。如果要是问到我，请问同学们，假如说我继承了我父亲这个基因的话，天生就会开大货车，100%，对吧？但是呢，我随着后天呢，我学习了大货车太危险，我又学了小客车。请问我接下来再让我去开车的时候，我就说了，我只会开小客车。你说是个道理了吧？这不就是多态吗？子类重写了，掉子类的；子类没重写，掉父类，多态。最终一个体现，你不管怎么啊，你不管是用的面向过程也罢，还是面向对象也罢，如果你的代码量复杂，同学们，100%面向对象。如果只有那么10行20行搞定，根本就不需要面向对象，面向过程就解了。面向对象的好处，封装继承多态，其实就是三大特性已经体现得很明确了。听懂我意思了吧？就个道理啊，就个道理。所谓的多态啊，不要觉得难。最后说一个例子，我开了一家洗车店，你开的奥迪来，我是不是给奥迪洗啊？我开门的时候，我是不是拉的奥迪的车门？你开了这个奥拓来，我也得给你洗。请问我接下来我拉开门的时候，我是不是拉在奥拓里面？奥迪的车有可能直接 一拉就开了，奥迪但是奥拓的有可能把钥匙投到里面去得拉开。请问方式是不一样吗？你过来的对象不一样，你又因为你是否去重写了复利方法，将来我调的方法不一样，那么最终不一样。奥迪和奥拓不是兄弟吗？是吧？差不多啊，同学们，但是这一个字之差可要差了108000里了哈。想着现在多努力就开奥迪，你不努力就该开奥拓，这100%是吧？那有人说东哥开个奥拓也不错 ，OK， 那可以了，啊，没问题。那你现在也可以不，是吧？有人说东哥，我找了个充分的理由，我想开奥拓，可以了。你现在睡觉我是可以理解的了，你就应该开奥拓了，是吧？如果你现在再努努力，奥迪不就30万50万吗？是吧？
啊，有人说东哥，你能买得起了吗？啊，我买不起，买不起。但是呢，我会把这个钱花在，对，花在奶粉上。来，同学们，这个面向对象设计，这个想要表达的就是以后要根据实际的出发、实际的情况来出发，比较复杂。面向对象，先写一个最基本的鸡肋，接下来慢慢扩展，慢慢扩展，这就是多态一集成一封装就体现出来了。听懂了吧？用的越多，体会越多，一定是个特点。而且咱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咱们可以看到了啊。下面呢，就是下面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类，这还有一个类，什么 WeChat 微信的一个类，这是一个配置类啊，肯费一个就是配置。你看看人家写了有多少，这是啥呀？别吝啬注释，我说过 N 遍了啊，东哥，我写了一行注释，我就觉得有点烦。那要是让你写这么一坨，你打开窗户就下去了吗？是吧？懂吗？你可以看一下，怎么样？怎么样？人家是不是也这么用？对吧？人家也这么用，咱们就得这么用啊，咱们学嘛。腾讯这不用说了，BET 里边是吧？大公司咱们就得学，人家的就是标杆，就这么简单。好了，面向对象以后基本上就这么设计。